本院委员赵天麟、管碧麟、潘孟安、李坤泽、段宜康、萧美琴、魏明谷等21人，为预防幼童龋齿，维持口腔健康，目前局部涂氟是最有效经济的预防蛀牙方法。而现行儿童免费涂氟补助只限于6岁以下幼童，然6岁到12岁幼童入学后更易摄取过多甜食，故本席认为针对幼童牙齿免费涂氟补助应延长至12岁，是否有当敬请公决。